来看一下啊，今天是中秋节了哈，咱简单看看这个法斗啊，法斗还是比较热门的狗狗啊，好多粉丝都喜欢法斗哈。你看它这里面有好几种颜色呢哈，法斗的颜色比较多，在狗狗里面比较多哈。你看这是黑虎斑哈，黑虎斑，黑虎斑的妈妈是基本上都是黑白花颜色的，它找的这种颜色交配，然后生出来的狗宝宝都是这种颜色。如果他再找这种奶油色的交配的话，就能生出来那种奶油色了哈。这是蓝猫精哈，哟，这个好看，哎呦，这个体型好，这个尾巴你看，内螺丝尾啊，这也叫梅丁尾。这个法斗漂亮，看这一个，蓝猫精不错啊，小方体。老板，这个是啥价了？这个3000。好家伙，你那不要5000呀？5000多好，你要10000多好，将来够上哪吃这价去？这狗你这都3800不吃吗？不吃，最好得吃10000呀，你卖10000多好，对吧？10000你。这是蓝牛，这个蓝牛呢？蓝牛它两个。几万斤？那要我买的话，那不是买这个蓝猫金了？2000，哎，这个老板啊，它的价格哈，基本上能便宜个600-700、700-800啊，这个狗狗也得在2000多能拿下。这个小方体铁包金的哈，不是铁包金，蓝包金哈，口误。这是奶油色的哈，小奶油色，这鼻头是红色的哈，长大之后还会反点颜色。这体型，这几个狗的体型都可以，都挺好看的哈。这边有一个蓝白花，蓝牛，蓝白花。狗妈妈的颜色可能忘涂了，没涂满，没墨水了。这个是啥价了？这个2000。你卖的狗它现在越来越贵了，没有1000的了，晚上。现在有黑的。黑的也不能1000，黑的都8-900。这是黑虎斑啊。哪个是小拱啊？这是小拱吗？这是摸。这也是母，这个母的也挺好看的啊。这他家的狗啊，都是一刀切的脸，看到了吧？价格啊，基本上它奶油色的，好看一点的像这种，大概都在2500左右。像那个这种，在3000左右啊。蓝色，蓝包金的，这个是纯蓝牛，纯蓝牛，胸口都带白花，白胸啊，这个很正常。这个小尾巴就比那个尾巴就长那么一点点，这也挺好看的，这个尾巴哈。咱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吧。这边有几个阿拉斯加哈，咱问问这个阿拉斯加吧。老板，阿拉斯加咋卖了？要哪一个？要那一个，这嘴巴短点的。长得要6000。好家伙，你这个给的是1800，谁贵呀、啊？你给我要能吓死我的价格。狗多少你还知道了，咱都同行，你看同行你得让2000，最少多少钱？那个啊，最少多少钱？有点高，你看1200-1300能拿呗？1200-1300能拿不？拿不了，你别考虑了。不考虑了，那不考虑就不考虑，最少多少钱？最少得多少钱？哎呦，忒高！这中秋节，今天是中秋节。你咋？你得过1600。别1600了，1400行吗？1400拿不了。那边有柴犬哈，还有小博美。这边黑色的哈，他家的差不多得1500左右能拿哈。这边有一个雪纳瑞，焦颜色的。那天那个大哥哈，相中这一个了，他那边不能发货。这是焦颜色的啊。知道这种颜色吧？这是焦颜色的，焦颜色的现在是比较贵啊。这雪纳瑞啊，有3个月了啊。这小博美挺好看的，挺可爱的。这个博美多少钱？1600。反正砍砍价的话，能把它600差不多能给去掉吧。有的就不行，像这种就便宜，这种就便宜。这个体型就稍微大一点，这个体型有点大。今天就到这里吧哈，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我也得回家过中秋节去，关注一下。好。